Hello, Sammy. Hello, 是 Li。我们是阿咪阿多利。我们今天要来讲美容的事情。对。牙齿美白。我不想肉吃，我就只有要录整集好了。一开始都会写得很便宜，所以大家小心不要被骗。他就会写说一次可能比如说5000块啊什么的，但是他其实一个疗程至少都要10次以上。哇，对，总价快10万日币，好贵。对，他们叫做 office behag， 就是要去到那个牙医那边去做的美白。然后你一定要在家里，所以他们叫做 dual behag， 就是你在家跟在他那边要双管齐下才会有用。他会给你在家里用的 set， 对，然后你就要带回去，就至少要2天一次，一个月1到2次，然后半年这样子。对，可是还是好累哦，虽然成果很不错，有点羡慕。很麻烦，在家里那个比较麻烦，讨厌很麻烦。去牙医其实还好，就他那个是他你会有一个透明的牙套嘛，然后在牙套里面就是把那个药剂弄进去，然后就戴着透明牙套，30分钟到2个小时。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有去上班嘛，就得把那个戴到上班的地方去，因为我不想要在家里弄，就在上班的时候戴那个。因为看不出来啊，它是透明的，所以你其实是看得出来吗？你不会一直盯着人家的嘴巴看啊。可是我可能会觉得你是不是有点，是不是带了一个什么东西这样子？对，那你也不在意的，就不要跟人家讲话就好了。就是一个很冰冷的同事。Whitening 是指牙齿美白，包括 Dual Whitening、Office Whitening、Home Whitening 等种类。还有一个就是脱毛啊，脱毛真的是一个我没有踏入的世界。对，可是其实日本女生很容易，就是几乎大家都有做。几乎都对，我是做全身，全身的话大家会分上半身跟下半身跟就是 VIO 就是这边 VIO 对，它是那个雷射光这样照一片这样的感觉吗？没有，它其实是小小的，然后一个一个这样子大。哇，对，要不打到，所以要花蛮长时间的，而且有时候就会被打到很厌世。而且你去之前，它会要求你要刮毛。哦，要刮。对，但你又不能够用拔的，因为拔了它就无法反应。因为它是要打毛孔，所以它必须要看得到毛孔。它是对黑色素反应的，所以如果你整个把它拔掉的话，那个时候刚好没有黑色素。所以不能拔，要用刮的。哇，好麻烦。对，请问一下，那所以你是在医院做？我是在医院做。那你多少钱全身？我那个时候全身30万吧。你花好多钱在你自己身上，但是30万其实已经算比较便宜了，真的吗？而且因为你知道沙龙都预约不到，因为你如果错过那个周期的话，你又要再等一段时间、啊，就永远打不完了。对对对，所以才会说为什么沙龙很便宜，对，很便宜。因为其实30万还蛮贵的，我是社会人，就是进出社会大概第3年的时候去做。我记得很多人就是拿到第一次的薪水，他们就去报说要全身。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好有钱哦，后来发现可能就比较愿意投资这种东西。没有，重点是其实我们刚才忘了讲，就是日本人真的很在意人是不是光溜溜这件事情，他们只要有一点点毛就会觉得你不干净啊。对，其实我的毛很少，我只有 VIO， 然后我的小腿的毛也很细，所以我稍微把它刮掉就会看不到。啊，你好幸运、哦、对啊，在这方面我是还蛮省的。然后有些女生是觉得就是眉毛这边很麻烦嘛，因为其实我也是会联系。对，你是，但这个大意上是一字眉哦。小时候我有，现在也是、啊，稍微要连起来就被我老公骂，说快要连起来了，去弄一下。他说干嘛这么严苛？对，很严苛。打字摸通常指真心打字摸，靠打字摸，脸部出毛则需要另外付费。Laser 打字摸，雷射除毛可以达到永久的效果，可以选择在医院或是要在沙龙做。蜜蜡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第一次的时候就非常的乌龙，因为我就好像不知道耳纹要刮还是什么的，然后他明明是写说请不要刮，可是我就把它刮掉了。然后我去的时候他就打开
他说啊，小姐你有刮吗？我说不能刮。他说因为你知道会辣到吗？是要辣跟那个雷射像，辣是要把你的毛抓出来了，你眉毛它抓不出来、啊，抓不到。对，所以我就剃，就是剃错了。然后后来他就说，那不然你今天要不要一毛？我说好。然后他就帮我剃，一毛很舒爽，因为你知道辣它是扑上去，然后就是热的，然后他就说，哎，剃吗？是哦，然后就把你的刺撕下来嘛，对，超爽的，而且一点都不痛。他就跟我说，那好，那我们约两个月后好了，因为两个月后就可以长出来。然后就说好，所以那时候我就再约了 VIO， 同样就是你辣扑嘛，然后撕掉，对不对？我跟你说 ，I 跟 O 超级不痛。可是 V 痛死了，后来就发现我实在太痛，他后来就把剩下的毛是拔掉的。蜜蜡完之后，这整片全部是红红的。对，然后他有跟你说就是不可以泡澡，大概那一天啦、啊，因为你那天整天就是红的，他可能会细菌感染，所以他就叫你等红退了之后再洗澡这样子。但后来我又约了几次，然后就觉得。后来就不痛了，后来就觉得，因为它可能就没那么粗，它就没有那么，应该说它就没有那么敏感。嗯，但我是觉得其实蜜蜡除蛮爽的，但是有一种癖好比较奇怪，光听就觉得很痛，有一种很好的爽感。布拉西利安 wax 是蜜蜡脱毛，由于 VIO 或是 bikini line 的脱毛都是使用此一方法，所以才被称为布拉西利安 wax。大家应该有发现我时常他头发颜色超漂亮。我是先漂嘛，然后再染。我的美容师会跟我商量说，就是像我这次为什么会这么染，是因为我的头发渐渐的变黄了。但是我想要的是一个白金的状态。黑发的我们很可怜，因为我们其实褪色下来是橘黄色，非常的丑，很丑。你为了要对抗那个橘黄色，其实你是要定期的去调它的色。我这次就是故意，他这次帮我加了一点褐色，褐色跟紫色混在一起的。但是他真的很厉害，他一直染，一直漂，但是对啊，我头发是，对啊，不知道什么，我是。天生发质，发质强健。对对对对对，好羡慕。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看人，有人会染之后会太毛躁，因为我本来头发就是很细，然后不毛，然后他这样子刚好让我有点毛，他觉得还不错。这里介绍几个在比优影会遇到的单字 Kala 染发不立即漂发 W Kala 先漂后染 Kato 剪发帕马烫发。四爷刚接完他的睫毛，对啊，这样他看不出来太远了，你近一点啊，或者你到时候大近特近、啊、哦，有这样子，对对对，有。你这是几根？我这个是120，等于是一边60。那一开始你到一家店，他就会要你饱满，要你选，因为它有毛的材质。毛的材质，就是有很软的或很硬的，越软看感觉越自然的，但价位是越高，所以你就选你觉得可以接受价位。然后还有就是根数嘛，刚刚有一个声音，对，有一个声音。还有就是根数，比方说100啊、120、140，多少多少呢？你这个是120，这120，所以是60/60，还蛮自然，没有很密。你再给大家看一下。对，因为我不想要感觉就是最近你的太近了。对，卡鲁就是一般最多是吸卡鲁跟接卡鲁，吸的话吸的话 CC 的话，讲日文是吸卡鲁，对啊，日文是吸卡鲁，对，就是 C，ABC 是吸，不是 C。ABC， 对，好，就是吸卡鲁是前面看起来比较有卷度，你正面看会看得出睫毛是卷往上，对，往上。那 J 的话就是不会这么卷，你是 C 吧？我的是 C 耶，其实我看出来其实是 C， 就是从正面看会往上、啊，然后还有粗细毛的粗细，就是从0.01啊、0.015啊，然后你可以 mix。那你这个是什么？我这个好像是，最细的跟第二细的两个 mix 哦，因为如果同样有点短，对啊，对，就是要混不同的粗细会比较自然，然后你也可以都很粗的话，看起来会更浓。
所以你就是刚开始到一家店，你还没有在一家店接过的时候，就是一开始比较麻烦，就是你要先选，但选了之后，你下次去就是一样的。那你大概都几个礼拜去？我大概有看，我现在大概平均大概是三个礼拜。如果你上礼拜就去的时候，你那个是几乎掉全部掉的状态吗？还是都会其实会剩一些。我这次比较不知道为什么全部掉光了。之前通常都会，发现通常都才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都里面就摇动啊，去了摇滚，一直懂吃，睡姿太差，睡姿一直摇摆。马子给是睫毛，马子给 extension 或是马子耶哥就是接睫毛，在接睫毛的时候可以选择各种卡的。他有痛的马杀鱼跟不痛的吗？对，我上马杀鱼就是在那边睡觉，就摸一摸这样子，揉一揉这样。但那个痛的那个就是，它会比如说你脚踝吗？最痛的就是这边呢、啊，因为这边是淋巴，然后整个也很痛，然后就是整个把你的脚这样挤上。我喜欢那种，但是用完应该很舒服吧？我喜欢用完蛮舒服，就是真的舒解一下。然后最痛的还是这个啦，膝盖的后面哦、下面你这样子去把它那个淋巴里面的东西挤出来，淋巴、还好啦，因为我的肩颈很惨的，所以。肩颈它会把你的肩胛骨给翻开了，好恐怖哦！对啊，但那样子会让你得到一段时间的缓解，但之后它又自己弹回去了，所以没错。那你会安安睡着的那种，还是你从头到尾都睡不着？太痛了，没有办法睡着。我也是之前去我都觉得好痛，因为我很怕痛。哦，那你真的不会去那种摸摸？因为我去摸摸，我只能在那个我之前去那个曼谷的痛的要死。我去摸摸就不行，还是觉得摸摸太厉害。我去摸摸就是去睡觉的，下手重。每次都刚才讲说只有妹子睡。因为日本人太瘦，他很怕，他很怕心，对，比较温柔。在日本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 massage， 如淋巴 massage、足裏 massage、oil massage。好啊，反正我是觉得，就是在日本，真的每一个女生，她每个月都有很多洗哦，很忙很花钱。我想头发两个月一次吧，差不多已经算那个。对，然后你看有些那种刘海很漂亮的，大概搞不好两三个礼拜就要剪一次。美甲，美甲也是大概三个礼拜，差不多，很忙。很好接嘛，所以你那每个周末都有一个对耶，女人真辛苦，很辛苦，很花钱，好可怜。但是我觉得，因为这里啦，这里比较重视外貌，所以大家也是做得开心啦，自己开心。对啦，就是有 kiosk 的女生，还是会让人家觉得比较舒服一点。所以反正看日本女生为什么都一直保持很漂亮很可爱状态，就是因为她们花很多时间去弄这些。对，所以人家不是说有个调查就是说日本二十代的年轻女生是最穷的一个年龄层。对啊，真的可能赚的也没有到那么多，可他们为了维持自己好看的外表，就是要不停的就是花钱去用这一些。对啊，真的耶。你一直盯着镜头，最怕在看他自己。好，那我们送走自恋的，我没有啊。来，拜拜，拜拜，拜拜。歪了一点。